神预言准到每一天里，真的好想叫他闭嘴。有一次我们跑到花博去找生蚝吃，他就没有跟上，去吃啊，你去吃啊，你要生蚝店怎么样的人，我告诉你回来一定拉。我也不过吃了两颗而已，我回来拉了快两个礼拜。哇！那时候阿根廷1-0，那我就说会不会梅西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没希望？才过几分钟，对方就进球了，全部人都开始安静。这集播出很多挺阿根廷的，你完蛋了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